第一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，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明天就要去使馆办签证了，邀请信竟然还没寄到，这可怎么办？签证已经办好了。二，女儿出生以后，我才知道做妈妈有多么不容易，因此我更加理解我的父母了，也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给我的爱。现在她也做妈妈了。三，小王，这份材料明天早上就要用，得请你翻译一下，晚上十点之前一定要完成，翻译好后打印一份给经理，辛苦你了。小王今天要加班。四，节日是文化的一部分，所以如果想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，我们可以从了解这个国家的节日开始。节日是文化的一部分。五，37岁的王教授在我们学校很有名，不但会3种语言，而且会写小说，各方面都很优秀。王教授脾气很大。六，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人？两个人共同生活，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，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。最重要的是，两个人都要有对家的责任感。真正的爱情不需要浪漫。七，只要注意一下，你会发现，早上的公园里、街道上，早起锻炼的人中，老年人很多，而年轻人很少。年轻人喜欢早上锻炼身体。八，小林，这次的招聘是由你负责吧？李教授介绍了他的一个学生，是个博士，条件还不错。这是他的申请材料，你看看。小林
正在找工作。九，回忆过去，有苦也有甜，有伤心难过，也有幸福愉快，有很多故事让人难以忘记，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总结。应该总结过去的经验。十，理想的广告词应该简短，一般6到12个字比较合适，不应该太长，否则观众不易记住，也就流行不起来。广告词应该简短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5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开始第11题。11，妈，您的手机响了。肯定是你爸，你接一下，就说妈正在做午饭呢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2，你看电视上的报道了吗？今年10个大学毕业生竞争1个工作。关键还是看能力，有能力的人不怕找不到好工作。男的认为什么是关键？13，我的天，这个西红柿汤你放了多少盐呢？我尝尝。呀，对不起，盐是太多了。汤的味道怎么样？14，下星期首都体育馆有场羽毛球比赛，我们一起去看。票恐怕很难买到吧？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15，明天我穿这件衬衫怎么样？衬衫没问题，但是裤子要换一条黑色的。另外，你该理发了。女的让男的做什么？16，什么时候让我们见见你的女朋友？没问题，姐。我们正商量着下个周末请家里人一起吃个饭呢。
说话人是什么关系？十七，小张，原定后天上午的会，改在明天下午两点了。你通知一下其他人。好的，经理，我现在就打电话。会议原来准备什么时候开？十八，我们还是坐别的电梯吧。你看，电梯门上写着货梯。好吧，去那边吧。他们为什么不坐这个电梯？十九，奇怪，这花才买来几天，怎么叶子就黄了？植物需要阳光，咱把它搬到院子里，可能会好些。女的有什么意见？二十，师傅，我去火车站，大概要多长时间？半小时能到吗？现在不堵车，估计20分钟就能到。去火车站需要多长时间？二十一，你喜欢看这样的节目？对，动物世界很精彩呀，还可以丰富知识。你不喜欢？女的喜欢看什么节目？二十二，我现在去菜市场买菜，你中午想吃点什么？随便，或者我们吃饺子，好不好？男的中午想吃什么？二十三，王校长，这次出差还顺利吧？挺顺利的，安排得很好，还顺便在北京玩了两天。这次出差情况怎么样？二十四，小刘，帮我把这两页材料传真给李记者，他下周的一篇报道里要用这些数字。好，他的传真号码是多少？对话最可能发生在哪儿？二十五，终于爬上来了，累死我了，这山太高了。他
看来你确实缺少锻炼。以后每天跟我一块儿跑步吧。他们最可能在做什么？第三部分，一共2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把这个文件复印5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3点吗？改了，3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，602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现在开始第26题。26，王律师，我有一个朋友想来上海做生意。好啊，上海这个城市大，市场也大，机会也多。可是，我们对当地的情况都不太了解。可以问我啊，我在这儿工作快20年了，我熟悉呀。男的为什么说可以问他？27，真抱歉，本来我该去火车站接你的。没关系，我打个车就回来了，很方便。你那篇材料写完没？差不多了，我再检查一遍就可以交了。那你快写吧，写完早点休息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8，今天打扫房间，你猜我找到什么了？看你这么兴奋，难道找到人民币了？笑什么？究竟是什么？你真聪明，我在咱们床底下找到100块钱。那是我的，我昨天好像丢了100。我不相信。他现在是我的。女的怎么了？29，请问附近哪儿可以复印？图书馆1楼东边。有几台自助复印机。除了那儿，还有其他地方吗？那你要去学校外面了。南门对面有个小商店，那儿也可以复印。根据对话，男的最可能去哪儿？30，这个月家里一共花了5000多块。这么多？你不会是算错了吧？没算错，光买沙发和冰箱就花了4000多。明白了，下个月不会花这么多了。他们在谈什么？
31。小姐，您是今天第一个来我们超市的客人，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您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太高兴了。这是我们超市送您的环保购物袋，祝您购物愉快。谢谢。女的为什么很高兴？32。你好，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月的普通话水平考试。对不起，报名工作今天上午刚结束。啊，那下一次考试是什么时候？8月15号。报名时间，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查一下。下一次考试是几月？33。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些您的成功经验吗？我觉得要重视平时的积累，要多向周围的人学习。那您觉得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？是诚实。女的觉得自己怎么样？34。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。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毕业后在老家工作了一年，然后又考上了北京大学，读研究生。真厉害，是硕士了。你读什么专业？几年？教育学，3年。女的为什么说男的很厉害？35。油箱里剩的油不多了，看看哪儿有加油站。前面就有一个，大概有4-5公里远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刚才我还有点担心来不及呢。航班是10点的，来得及。男的刚才担心什么？36-37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邓亚萍是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，但是她的身高只有1.55米。很多人认为她并不适合打乒乓球，可是她通过努力改变了人们的这一看法。她15岁成为亚洲第一，16岁获得世界第一。36。关于邓亚萍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7。邓亚萍什么时候获得亚洲第一？38-39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同学们正在教室里学习，
准备下星期的考试。班长忽然跑进来，大声说：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下星期不考试了。同学们高兴地跳了起来。班长又说：坏消息是下星期的考试改到今天了。38。消息是谁通知的？39。坏消息是什么？40-41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他是一位著名的演员。有一次，一个地方举行一个比赛，看谁表演得更像他。参加的人有30-40，他自己也报名参加了，但没有告诉任何人。结果，他得的竟是3。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笑话。40。他参加的是什么比赛？41。他为什么觉得很好笑？42-43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进入冬季，气候干燥，怎样才能保护皮肤，让别人看不出自己的年龄？我们的水质印象可以让您的皮肤在干燥的冬季喝饱水。我们现在正举办免费试用活动。很多人用过之后都说效果非常好。您还在等什么？42。水质印象有什么作用？43。他们正在举办什么活动？44-45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我们的任务已经按计划全部完成了。这一段时间，尽管工作压力很大，中间也遇到了许多困难，但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，我们能够快速、积极地找到问题的原因，及时地解决问题，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。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44。关于这个任务，下列哪个正确？45。说话人正在做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